难道钱真的要不回来了吗？什么钱啊？之前在社群里买外套，到货以后落差超大，却一直联络不到卖家，钱也拿不回来了。社群购物与代购风险大，重要的是啊，选择资讯透明的卖家，像负责人、地址、电话、email 和退货资讯都很重要哦，将来才不会求救无门。唉，多一分注意真的很重要。新型购物风险高，交易安全最重要。